有位客人来到清新饮料店门口，顾客点完饮料付了钱，店员忙问顾客要不要吸管和袋子，顾客说吸管要，袋子反正才一块而已。你要珍珠奶茶喝的好了。有没有吸管？46。好，谢谢。你先很近。对，我要一个塑胶袋。要一块钱。好，没关系。我那一个，离我很久，我那一个。一旁的小鹿脑海中马上浮现以前看到的海龟鼻孔里流着鲜血，被忍痛拔吸管。海鸟肚子里都是塑胶袋，残忍画面。买了宝特瓶饮料的年轻人在公园一边走一边喝，遇到前面有正妹朝着自己走过来，为了把妹，随手就把宝特瓶往水沟上一扔，热情跑上去和正妹打招呼，但正妹见状觉得不环保而不想打理。所以我们要跟游客宣导是被水壶不买瓶装水，然后这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城市。哦，原来是这样的。请问你们是什么团队的？我们是宜兰荒野学院的分组，然后它里面大部分是小六到国二的学生。哦，刚好我也是，我可以去参加，下次我不会再这样乱丢垃圾。太好了。一路有水就是我们宜兰奔路团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达到减速的一个呈现。那我们可以利用 Google 找一路有水荒野，然后进而找到我们的地图。那可以看到一路有水上面有很多的茶壶，这是我们放在 Google 地图上面的标示。那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一个地图，然后进而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经过这一次的搜寻之后，你只要到你的地点，然后往右边移，然后找一下说地图，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荒野宜兰奔路团的一路有水的这一张地图已经在这里面了。小白洞，那我们抽到的是观光区。我们预计这些时间里面，我们会去三个点。第一个是新月，然后我们会把新月整栋楼都查过一遍。然后呢，就是查出里面有什么饮水机什么的。第二个是演艺厅，就是因为我们会在新月里面吃饭，然后吃完饭以后，谁说的？在新月里面吃饭，然后后来呢，吃完饭以后，然后我们就在广场上移动，因为演艺厅很大，然后我想推测饮水机应该也不少，对，所以我们觉得那边也是一个饮水机蛮多的点。然后第三个我们会去火车站，因为火车站本身我们自己也有看到一些饮水机，然后呢，所以。我们三个就讨论结果，就是那边的饮水机很多，但我们怕时间不够，所以就只有找三个点了。没有这样。好，这三个月的活动的进行，我们都是利用讨论、行动、整理，进而回馈及分享给其他的组员，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这次的行动中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更制定了二月份的行动方案，对大众来做一个推广的活动。要减速，然后呢？
点做，就是不要去便利商店买冰箱。如果你有在那个红岛杯的话，然后又没有水，就是你可以就是去 Google 地图上面找那个找关键点，一路游神在后面还有一个创建，然后就可以出现那个供水点在哪里。烧水，它就会出现这个前面的地，然后点进去。点进去，它就有我们之前几个月来收集的一些饮水点的，然后你就可以去，就是按那个饮水点，然后按那个什么水，你要去的话，要怎么走？就下可以有电。有电，那还可以扫描 QR code。对 ，QR code 我知道。它也就是可以直接进到你的 Google 地图里面，就是你扫过之后，就可以那个进去到你的地点里面的地图。这个，对，这个我知道啊，要扫描啊。扫描这个。哦，我扫描那个。现在要不要？好啊，要现在可以上网的才有办法扫描，然后连接得上。没有那个没有网络扫描，就是会不是真的，这个是连接，然后下面这个是如果你想要，就是如果看到饮水机，然后那个看到我们，就是那个也想要帮我们，然后这个你就可以去。我也列去是连接还是连接都可以，这个是连接，一个是可以看到地图，一个是可以帮我们做编辑。那个是可以，那个直接连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地图。对，然后之后你就从你的 Google 的地图里面点进去。对，然后下面的这个是你就是可以。就是可以填，就假如你看到饮水机，然后你就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你就可以那个，就是再增加饮水点，我们再增加饮水点，对啊 ，OK。然后，那所以你的开得出来那个地图吗？你刚刚扫的啊，对，就是这个，没有错，对。